个我当兵的那个最机车的排骨。失算，失算，不用加油啊！那么好哦。现在的时间是五月一号凌晨，好，出发，凌晨的1:25。南横手冲。今天这位新的朋友就是 Kiki 的大哥，嗨，是亲哥哥哦。好，那我们等下就要出发了。出发。OK， 等下我们打算是要到台东住一个晚上，环1/3岛。Go go。我们要出发了，现在时间凌晨1:37。本来昨天晚上9点多就要睡觉了，想说补眠一下，结果都睡不着，太兴奋了。我想说，天哪，我都已经环岛那么多次了，为什么南横首通我就睡不着？我想说很奇怪的呢。反正我就翻来覆去，然后12点多我就起来了。你别起方向灯起不掉哈！我已经有骑过北横，然后我也有骑过中横。从我开始爱骑车之后，我就那时候就已经没有南横可以骑了。所以今天是南横的首通，也是我第一次骑南横。原本会下雨，我们就要取消了，就不要去了。昨天看气象就是天气还不错哎，就临时决定还是冲了。这一条就是台20了，台南的南横啊。我们先去排队了。我现在已经骑到高雄市的甲仙区，现在时间是凌晨2:38。耶耶 ，check it out。希望等一下上去不要太多人，预计凌晨4点多到。要去前面抢先排队，结果我们现在要等6点才有加油站呢。最后一站，南横，没有油，整个失策，没有油。打算给我油啊！现在就是在这个加油站要等到6点，看点给我卡扎来，不然我们原本可以早早就直接杀去前面等。对啊，哦，我就是很想去管制口那边等，那一定会很多人。开车上去到垭口也没地方停。搞不好等一下很多摩托车都进来了，要先排好。我们这个就是大失策，所以现在就是要等6点加油站开。3:45啦，现在才3:45，我们要等到6点才有加油站。好，我嘛是啊，我到台南啊。原底我就去要排队呢，结果今麦无机会啊，伫了排队加油。漏死呢，失算，失算。排队加油，越来越多台，我们会有越来越多伙伴的。都是台南的伙伴的。金俊来，台南的，金台南哦。你们加油，安尼金起你办啊。哦。你哋都爱排队啊咧。爱排队。谢谢啊。真好，我送你离开，千里之外。好吧，我们少了一个跟我们一起听加油的伙伴了。没关系。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车上去了。太感动了，我们终于加到油了，耶耶！看一下有多少的人等加油。好，准备出发，5:30他们就来开门了，太赞了，太赞了！哇，好猛哦！好长的车阵啊，应有尽有，还有人带帐篷哎，哇哇，这个也夸张哦，这个太强了吧，这个太嗨了吧，嗨起来哦，就在这里而已啊、哦，
所以我们这算前面就对了。它前面有个告示牌，蛮大的，白色的。如果我们不用加油的话，酒就在前面了哈。前面的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就等七点了。历史性的一刻，准备要通车了哦。6:59了，准备要大乱斗了哦。哎呦，我们准备要进去了哦。从来没有跑过南横呢，通过管制站了，耶耶耶，跟他比个耶。我觉得这样骑车很像在台南市区耶。哇哇，好高哦，居高症。停这里就好。哇，好漂亮哦，云海哎！你以前有来过吗？肯定应该有吧？你骑车骑那么久了哦。有啊，我已经快20年没有来了。看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来哎，因为我开始骑车之后就没办法通了。因为刚一开始接触重车的时候，都会骑来这边看云海看一看，哦、然后再骑回去。这里就很容易会有云海。对，很容易。对了，已经关了，他下午2点就不能进来。今天有出来骑车啊？对啊，我们都是约今天的、啊。